我是刚刚猎头找的2012年4月4号。那个双蛋蛋。好，一二次。PPT 讲好。老头发照江山呀，机长的 BB 机长交费是203次，七六八的江海洋的脏话的区间开车。绿色我要3分钟，那叫914区间快。开启敲门，我的2033次七六八的江海洋的脏话的。那时候我下3分钟就把914区间开车，在双方暂停了，第二次哦。希望大家可以顺利的，好像59人去搭公车的，都有点晚。好了，我的12次，基隆，沿途停靠，潮州、屏东、凤山、高雄、新竹、台南、永康、信义、嘉义、斗南。斗六、园林、彰化、台中、丰原、苗栗、竹南、新竹、中立、桃园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、南港、汐止、七堵、八堵以及终点站基隆站哦。第二次是南端第二头是 PP 1009单电柱 PP 之桨啊，在双门站先行驶离啊，2034也准备驶离。九八六就好像用彰化的区间快车。914圈开车，在双山站准备关闭车门，关闭车门。沿途停靠七堵、汐止、南港、松山、台北、板桥、树林、莺歌、桃园、内坜、中坜、埔心、杨梅、湖口、新丰、竹北、新竹、竹南、后龙、白沙屯、通霄、苑里、大甲、清水、沙鹿、大肚以及终点站彰化站哦。2034将海线港彰化的圈开车。在松山站是你了，拜拜。就发车再见。时限13分了，2012年4月4号，松山站时限13分开始。两个案子就完。